艺考考生呢，算是最近一段时间来备受关注的一群年轻人啊，因为他们的这个大多数的年龄都不到20岁啊，心里怀着艺术的梦想，要挤上千军万马的独木桥。那最近的演员陶虹也是接受了我们新娱乐在线的独家专访，那首次披露了他从花样游泳队退役，然后到考上中戏中间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当时进花样游泳队的时候，我们教练曾经跟我们妈妈爸爸许愿，说我答应你们三个条件，你的女儿就会练10年，然后呢一定会进国家队，然后第三个就是她一定会上大学。在上世纪80年代，能够考上大学的都是凤毛麟角，因此上大学这三个字从小就在陶虹心里扎了根。但很多年以后，她才意识到当年教练说的大学是指体育大学。我就一定要实现就是我进大学这个梦想，但是我真心的不想进体育大学。为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职业太了解了，我希望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。不甘心就这样当个花泳教练，不断突破自己极限的本能让陶虹希望能离开泳池，但是自己究竟能干什么呢？就在陶虹感到迷茫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。当年姜文写的剧本里面写了米兰这个角色，他是一个就是游泳游特别好的人，但是之前呢大家一直以为他不会游泳，所以他写了那么场戏呢，他就找一个游泳游得特别好的嘛。然后他们说花泳队说不定有，那花泳队都很好看，然后他们就来了。1993年8月，姜文开始筹拍他的第一部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。为了寻觅到自己心仪的女主角，姜文带着剧组来到花泳队。对于这次选角，陶虹回忆说，大家一开始都是拒绝的，然后我们集体都不肯去，没有这个意识，而且那个害羞，唯一那个女孩她就跑来跟我说，要不然你陪我去一下吧。啊，那好吧。我是那种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一小伙子，特仗义那种。原本以为和自己没什么关系，却没想到这一陪把陶虹的命运也给改变了。哇，我在旁边东张西望的，然后呢就姜文就老说，哎，这个女孩笑起来真有趣。她就说的那个，哎，你们对女孩为什么不让我们见呀？我说她们不想见呗。他说那个怎么样能见着他呀？我说那试试吧。然后就带他们进去看了一圈，他就说的，哦，你还对在你们队还挺有号召力的。我说哎呀，我说我们队老大嘛。后来呢他就走了，留了个电话就走了。就是这么一笑一逛，陶虹的爽朗个性给姜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试镜通知，抱着试一试的心理，陶虹去剧组报道了。是我第一次接触体育以外的世界，哎，我觉得这也挺好玩的哈。然后但是我也真的没想搞，所以为什么我演那个戏的时候很松弛哈，我当时的话说就是，我一玩票我演坏了谁能说我呀。虽然因为体型问题没有出演女主角，但陶虹松弛外放的表演还是演活了电影中那个男生气十足的于北北，让他一下子名声大噪。而聪颖的陶虹也在不知不觉间体会到了电影的乐趣。导演这活儿挺好玩的，写剧本然后导戏，可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啊，当时是这么想的。然后就到了该考学，就是下队了，该下队了。那面临着要考大学，那正好刚演完电影，就说你可以考艺术类的学校啊。第一次知道了有北京电影学院、中央戏剧学院，还有上海戏剧学院。于是乎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陶虹就干脆把三个学校全考了个遍。但由于不是科班出身，艺考那会儿他还闹过不少笑话。人家考试的时候，那个女孩子打扮漂漂亮亮的，然后我听他们说那个考试的时候不许化妆啊，然后我真的是一点妆都不化，然后那个特朴实了就去了。然后后来那个老师就跟我说的，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学生，就真的是实在。没有化妆不算什么，朗诵表演也全靠自己。没找辅导老师，我就当年我特记得我拿了一篇文章去跟那个姜文说，哎，我说他们都有辅导老师，你能不能辅导我呀？然后姜文说的，哎，不用辅导，你就去考吧。考的时候呢，我就是朗诵嘛，我刚朗诵两句，老师说大点声，吓得我退了一步。然后又说两句，老师又说大点声，然后又往后退了一步。到最后我就发现我贴着墙就完全没地儿退了。你为什么不大点声啊？老师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人面前说那么大声的话了，已经是。不过最夸张的还是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一次考试啊。老师问说，你们每个人站起来说一下你们第一志愿会报哪儿。
然后每个人都说电影学院，当时考场里面每人都说电影学院，电影学院，全场五十多个人，只有我一人站起说我没想好。哦，能回去问问我妈吗？虽然各种够呛，但索性最后陶虹的努力没白费，特别幸运，那个就把这仨学校都考上了。然后就变成了，哎，我还有机会选择。我上中戏，那个就考中戏的原因是因为姜文是中戏的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因为那年导演系没有招人，所以满穿导演梦的陶虹最终进了表演系。有一个老师，他就说，他说我们早就知道那个我们班今天，就有这一届招了一个冠军，他们想肯定是加了分来的，但是实际上我并没有加分。然后呢，他就说呢，这将来不行，就还至少还可以当个什么形体老师、台词老师，是他们当时对我的未来的设想。嗯，想我肯定是不会演戏的。然而运动员出身的陶虹硬是靠着自己的拼劲儿，在一年以后就让所有人刮目相看。你就不管家？我怎么不管家了？你管，你管了个屁！你可把嘴放干净点，孩子都给你学坏了。老师打分的时候，单独给我叫出来。他说今年我准备给你100分，他在中戏历史上没有给过人100分，啊，是因为他觉得我出色的完成了本学期的任务，他说而且是超水平完成。我就说我是应该比别人，我比别人大好多呢。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陶虹接到了电影《黑眼睛》女主角的戏约。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名盲人运动员的故事。一个是他们之所以能选我，是因为我本身练体育吧，那个气质相近，他们不用找一个人来培养他的气质。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有过10年体育经历，我对一个不管他是不是盲人，就是一个运动员，他的那个对于得奖啊、比赛啊，就是那种心态特别了解。我荣幸地宣布，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，她是《黑眼睛》中是丁丽华的陶虹。凭着电影中的出色表演，陶虹年纪轻轻便折桂华表奖金鸡奖最佳女主角。然而在陶虹的心中，她却有了新的目标。然后我给我的自己的一个标准就是每年都要一定有机会上台，就是它作为我的本职工作，我觉得我不能把它丢掉。我觉得我在影视上再风风火火，这叫不务正业。1998年毕业后，陶虹选择了在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前身中央实验话剧院工作。这些年陶虹的戏接得越来越少，她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在了自己的话剧作品上。我是觉得那个我有机会站在舞台上，能够就是有一些合适我的角色，其实就对我来说比影视要难得多。别人都觉得啊，就现在你这有那么多影视剧可以，就是要名要利要钱都可以有的时候，你去跑一个接一个行业这样的民工戏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当时特别开心，特别喜滋滋的。我想啊，终于有人想起来让我演一个大青衣的角色。你妈还在火里喊着叫着呢，我在叫她呀。挑战自我，坚定向前，或许命运是为陶虹打开了一扇扇的门，但正是她的勇敢和执着，才让她笑得如此灿烂。新闻在线，北京独家采访报道。